懒人的洗脸方式就是这个，就看你怎么弄发型，就看你怎么抓头发。第一步，先把头发吹直，因为我是自来卷。然后第二步就是这样，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其实他们肯定问为什么打球还要用造型呢？因为。 他太长了，我要剪。